大家好，我是孟涵。那么继续我们上一集的农场生活啊，我们现在载入我们的存档，有1800了，1800，但是22天了。这一天载入一下，有点长。看看天气预报，好像是下雨，我记得。风和日丽，离地而居。下雨的话，我们就去钓鱼呗。哦，不是，有音乐，好像不是下雨啊。这边哎，豆荚收获了。猫猫浇个水，啊，拿个豆荚，然后我们要干嘛来着？把这个要送给乔迪。我感觉要砍点树啊！哇，收获了草莓，5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哇，金星草莓可以，草莓一个可以卖很多钱。因为我种没种好，我以为这个踩上去像那个啤酒花一样，那其实跟蔓越莓差不多。把这个全收了。好，33个草莓啊！我的天，5个金星草莓可以留着。但我不知道金星草莓有没有啊？有没有金星草莓要交的这个？我看看啊，金星草莓好像没有啊，不是这个，是茶水间啊。这个豆荚可以完成了，它没有金星草莓这个设定啊，并没有草莓要放啊。我们可以全卖了或者送人，金星可以留着送人或者卖钱。先把水浇一下，好，水浇完，我们要存3个草莓啊，到时候把这个草莓变成种子。为什么草莓顶在头上？有点像顶着什么一样，再加上这个草帽，存3个草莓。花椰菜要不要卖了吧？金星花椰菜留着，然后土豆可以送人，随便留。豆荚、可乐、草莓30个卖了，银星草莓5个，金星草莓留着，其他全卖了。30颗草莓，银星3颗，然后看看。我觉得这个是要送人，还有一个祭献，还有什么要放吗？好像没有了。花椰菜我祭献了吗？我看好像祭献了之前，啊，祭献过了，那就留一个，其他的花椰菜可以卖掉，也可以留着，先不卖吧，现在我们不亏，不对，我们不缺钱。哦，海蛎三星了，送花送花，你不急着送花吗？水壶给存掉，我先去捞草莓的钱，存钱，然后去钓钓鱼，挖挖矿，挖矿是重要的。现在，挖矿去吧。反正这波草莓我应该可以赚很多了。哎，有花。这个不能吃，这个有毒。没事吃花干嘛的吧？这一个锄头我们要存吗？那我回去把花存了，然后再去矿洞挖矿吧。先去逛一圈，看看能弄到什么东西。玛尼的话好像还差一个可以送，把金星的送了，不知道加好感加多不多。哎，剧情。啊！我老是打扫坐垫下面，这周轮到你了。艾米丽是她姐姐吗？还是她妹妹？姐姐。新来的农场 boy， 他有名字。嘿，你以后会明白我刚才的梗。哎，抱歉，把你牵扯进来了，莫涵。海莉在抱怨他，我让他打扫坐垫下。艾米丽，避开麻烦去打扫吧，少废话，赶紧打扫。海莉，我写错了，会不会降薪啊？
我应该选第二个，我选错了啊，惨了，降星了估计。啊，没降，还好还好，这个剧情没有降星。我本来想选选第三个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啊，选出问题来了。10点了，看看我先把这两个交了。花菜给那个乔迪啊，看看，哎，这有任务。紫水晶不太够，先接了吧，万一能挖到紫水晶。哎，不对，我家好像有个紫水晶，家里面好像有紫水晶啊。紫水晶是给谁的？猎杀怪物。艾利欧特。艾利欧特是那个海边的那个吗？啊，对，把紫水晶给他。先把这边的一个任务，春季豌豆荚给交了，这样可以把这里修复好。差点把它吃了。豌豆荚丁完成收集，获得了什么？生长激素啊，哦，但是它是要前提啊，前提要把这个东西先登在土里才行。生长激素可以适用于作物，比如说我们草莓之类的，这里解锁了，然后又解锁一个，这个叫锅炉房，对吧？锅炉房需要不同的锭，还有不同的石英矿石，这两个我有了，后面两个还没有，后面两个到后期才会有。99个太阳精华、虚空精华，可以先把锅炉房修好。其实，金矿、铁矿、铜矿各一个。海力应该已经出来了吧？11点了，应该站在这里了。哎，他还没出来，奇怪，这一天不出来吗？我先去找乔迪，乔迪在哪？乔迪去哪了？哎，玛尼在这里啊，把玛尼的花给送了。玛尼为什么要送花？到后面就知道了。玩过都知道为什么玛尼要送花啊，会有一个很污的啊，很污的一个事件。哎，利呀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要做个农夫呢？我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。住在这里啊，比城市更真实。嗯，是啊，很轻松。哎，怎么，艾米丽？哎，不，艾米丽这个，哎，那家伙去哪了？我看乔迪在不在房子里啊？哎，乔迪在。好，任务完成。哇，350啊！乔迪的请求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我要去那个工会，去下工会，但是我没找到那个家伙。哎，那人去哪了呢？嗯，他没出来啊，有毒啊！看来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我们到时候要找找行程，以后再去考虑一下吧。下一集我们去找行程。问题没有，他们行程表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把这些东西存一下，我们可以去挖矿了。现在主要目的要挖矿、探矿，往下冲。紫水晶，先把紫水晶缴了。紫水晶可以赚钱啊。300块几百块来着？这边还没啥东西。这个锄头要不要存掉啊？哦，不用存，现在我背包多了，无所谓，多了一个，之前买了背包嘛。怎么都没有？我带着锄头了，就地上没有蚯蚓。我们先去把这个交了。先把紫水晶交了，紫水晶交了可以拿300块。然后猎杀怪物又300块，又是600多块可以赚到手了。我应该选第一个，我是来赚钱的。
嘟嘟嘟嘟嘟嘟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出来啊？家伙在房间里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哟，好像不在这里，现在，我先把紫水晶扔这里吧。放眼扔这，这家伙怎么不出来呢？没到点吗？我记得晚上他会回去，所以我们先把紫水晶带着吧，然后晚上再回来。他深夜好像会回房间或者出房间还是怎么的，我也不记得了。那家伙总是在那边出现，那我还有时间去交啊，再隔一天交也没关系，等在那边吧。村长在看什么呢？看生日啊，马上到花舞节了吧？花舞节24号呢，好像是24号，印象不是很深。哎，冲层！哎，还好我们背包格子多了一条。先去这边说一下话，把任务交一交，可以拿300块。然后那边再交的话，又是300块。紫水晶戒指，黄水晶戒指啊，这个不需要。我跑到里面去，哎，是他吗？哦，是交给村长。我的天，忘记了，村长你别跑啊，忘记了，那个任务是交给村长的，不是交给他的。那不急，我们慢慢晃，顺便看看那个家伙出来了没。反正我们挖矿还不是很急，现在，因为正好没有冲那个嘛。如果要冲矿层啊，或者要为了什么挖铜矿啊，挖什么的去挖矿，那时间比较紧张。现在还好，不是很紧张。那我们就慢悠悠的走过去。啊，这个你看我在戴草帽，多休闲。村长现在不会跑了吧？村长，你回家啦？村长嘞？村长 ，Hello， 村长，估计在家里，我去看看。哎，村长在家，下午好。好，任务完成，300块。哦，感谢报酬，你多出点任务啊，村长。完成猎杀360，爽。哎，他在这里，好的。太漂亮了，爽，300块。哇，这样就2800了。我们现在存钱做那个谷仓。不是种谷仓，做谷仓，仓做谷仓，呸，做谷仓，仓库。嗯，我有种感觉，我是刚从那边度假回来，啊，然后来到这里种种田，弄弄菜。可以下班了吧？好吧。啊，挖矿去，挖矿去。走，挖矿喽！哎，对，这个锄头放下面去，先把这个喝了。下雨天我们来钓鱼，平时我们就浇个水、挖挖矿，然后攒钱，对吧？攒钱多了，我们开始做那个牧场。牧场做多了，然后再说，啊，再慢慢考虑提升一下境界。哦，下一层，我们现在冲层啊，看到铜矿就挖。哦，这个可以，黄水晶。哎，哎，烦不烦你啊？好烦啊，虫子，该死的虫子。下一层，有本事给我蹦个炸弹出来啊。呀，哎呦，恶心，我到点了，我去蹦下一层。哎呀，冲不到20层了，只能回去了。
惨！哎呀，浪费了好多时间呢。看看啊，这个送礼，海丽没送到，海丽没送到啊，亏。三星了，三星还好，三星应该可以秀恩爱了吧？花舞节可以秀恩爱了。来的正是时候。遗失之书100。好的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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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喽，睡觉喽，1点了，我的天呐！我先整理一下背包。木头存掉，这里还有什么？这个存掉，这个存了。这个石头全存了，睡觉。猫摸过了吗？天气预报，明天风和日丽，你那不下点雨，但下雨几率太少。好，哇，新手赚到1.5万，喷壶专精，锄头专精，铁围栏，罐头瓶。啊，就可以弄蔬菜罐呢，然后初级保湿土壤，可以永久保湿吗？哇塞，这草莓，一波，一个草莓多少啊？三十三六十八，这个三十330，哦不对，320，不对，160一个，哦不对，120一个，挺爽的。4500赚到手，第一波估计还能再赚两波，1到2波吧，再赚个4000块。草莓种的不够多，种的够多就好了。天气预报看一下。哦，明天是花舞节，9点到2点，别迟到了。可以不去也可以去，但是可以加薪啊。今天运气不错，你要走运了，好的。哎，来信件了，我看看什么信件。明天是花舞节，好的，花舞节，我懂的，我把这个交了，把这个卖了，我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弄啊，看看，钻石我先留着，金冻石多了一点再去开，然后这边铁锭、金锭不够，我们差金锭。我先去把，哎，我的水壶呢？先去把水浇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直接下矿吧。顺便去看一下海丽在哪。来，把水浇一下。啊，存下水壶。樱桃炸弹留着吧，可以去炸矿。铜矿石，哇，铜矿石80个，少一个。多烧一点，铁矿不够，现在挖不到铁矿。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好的武器。要有花，捡一下花，正好送一下海丽吧。这周海丽还没送满，还有什么吗？没有东西捡。送海丽花去喽。他应该还没出门啊，他12点才会出门，比较麻烦。如果他走出来就好了，先捡个垃圾吧，说不定捡到什么东西，有可能钻石啊什么的。他说我今天有好运，那我就翻垃圾，说不定翻出好东西。来看看他有没有走出来，他应该在房间里面。还没到点，快快快快快快，还有3、2、1，走你！哎，进去。他应该在房间里啊，我没看到，应该在这里面。哎，可以进去了啊。啊。三星就变好友了，三星就变好友，可以进去了。那我们送花就不用跑出去了，每天过来开个门送个花就行了。先捡一波垃圾，然后我们去矿洞挖矿去。没有任务，你看除了花舞节还有什么吗？
小雅的生日，艾米丽的生日。艾米丽要不要送一下？他们是至少他们是一家的，对吧？搞好关系。我要搞把好的剑，问题不出了，能出把好的剑就好了。我们要冲二十层啊，努力冲层，不要怕，不要怕这个怪。反正我们身上有62个东西可以吃呢，送给他。哎，关心这个一个拾荒者老年人，说不定他后期会给我什么如来神掌啊，啊什么降龙十八掌啊，对吧？肯定有虫子，我告诉你，最恶心的就是虫，所以最恶心的就是虫。哟，小炸弹，小炸弹我先留着。就不知道这个飞虫到底是哪来的。下去的楼梯，哟，煤炭，好的，一块煤炭。就不知道楼梯在哪儿，纠结，有可能在门口。吃一个，跟你拼了。让你跑。让你跑，哇，掉螃蟹，真掉螃蟹。走，撤退了，凌晨了，我感觉回不去了，时间有点危险，现在离开矿井，快快快快快快，速度速度速度回家。哇，这集真背啊，一次是时间不够了，两次是大石拦路，都看到都快到下一层啊，就在眼前，大石拦路。然后看看剩下这稿子，不剩这稿子到时候再来这种大石头就凿不过去了。大石拦路真的是莫名其妙拦的我。还好我们这一集赚了一波草莓，挺好的。一点一点啦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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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。哎，这个下一集我们还是要接着冲层。哇，一下子挖了那么多铜矿，这螃蟹也不错。这个存了，还有什么吗？这个全存这边吧。硬木都有3个了，矮人卷轴可以交了，螃蟹放这。好，睡觉。猫摸过了吗？还没摸过。好的，战斗2级，好像没卖过东西啊。啊，卖了，卖了一个这个玩意。好吧，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啊，也是赚了一波草莓的钱啊。这个啊，矿洞没有探索成功啊，这个人品有点背啊，这个太背了。虽然挖了很多矿，但是人品太背了，没冲到20层。好吧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下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